列车目前暂停营运进行检视，那赶时间的旅客请改搭其他交通工具，谢谢。全面检收要三十分钟起跳，急的话要不要改搭计程车或者是公车？好，有些安排上计程车、接驳车都还要是在那边。好，谢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